这个球打到的是在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横移之后的接球接杀出局。中田佑这个球直接往三垒方向传，看到 Manny 的滑垒，哇，很顺畅啊。曼尼叔叔啊，哦 ，Manny 这个球，哦，滑到三垒垒包上面了、啊，非常的拼命。中田佑这个球啊，接杀之后啊，是直接想要往三垒这边看能不能抓到，不过 Manny 呢是一个漂亮的滑垒。我说实在，他的精神是值得这些所有的球员呢、啊、去学习的，对，去学习的哈，对，因为看他这么庞大的一个身躯做这样个扑垒式的一个滑垒，确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。好久没看到 Manny 这样子滑了，再来看一次哦 ，Manny， 哦，这个腾空哎，哇！地板动作来了，哇，这个鲤鱼跃龙门的感觉。